海口的秋天还没来秋，台风却迫不及待的要来了。目前太平洋上双台风共舞，不过据目前路径预测，台风灿都对海南无直接影响，我们需重点关注的是台风康森。据中央气象台消息，于昨日生成的康森强度加强，目前为强热带风暴级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级，预计康森将于9日上午穿过菲律宾吕宋岛中部，进入南海东部，海面强度逐渐增强，10日向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靠近。据海口市气象台，受台风康森影响，9月10日夜间至12日海口陆地和近海将出现强风雨天气，将造成琼州海峡停航，请准备过海的车辆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，合理安排出行。具体天气预报如下：10日白天阴天有中雨，局地大到暴雨；10日夜间到11日阴天有暴雨，局地大暴雨；12日阴天有中雨，局地大到暴雨。另外，10日夜间至12日白天，海口陆地风力7至9级，阵风10至11级。划重点，受台风灿多影响，多涡旋相互作用将使得康森的后期路径具有不确定性，是登陆海南还是擦过小布将持续关注。最后请收下这份台风天气安全须知。